伙伴，Kimmy Bob是你的好伙伴。今天呢，我要用 Kimmy Bob美型棒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小运动，可以一次拯救哪几个部位呢？来，请笔记，这是我们的白白瘦，还有我们的腋下肉，还有我们的背后三层肉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有白白瘦的困扰，穿这样子的背心啊，腋下会有东西露出来，往后扣上你的内衣扣的时候，总有三层肉溢出来的朋友，不用担心。今天的这个非常入门的简单小动作，一次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三个困扰。然后每一天呢，只要跟着我一起做，从两分钟开始。记住咯，这个动作如果你是运动初学者，那么请不要贪心，跟着我一起从每天两分钟开始，每天的累积就可以带着你简单变漂亮。一开始呢，请你两只脚轻轻的并拢，然后如果家里有瑜伽垫的朋友呢，请把瑜伽垫铺在地上，然后拿起你的微笑国夹，轻轻的夹在两只脚的脚跟中间，就像这样子的位置，把它夹住。然后让你的美型棒三根手指头放进美型棒的凹槽里面，检查一下你的肩膀必须要在美型棒的正上方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检查你的胸部，只要超过美型棒的 logo 就是 OK 的位置。好，停在这个位置。我们每一组动作都是八拍循环，慢慢的往上拱背，上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翘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样子的动作是一组。然后待会呢，就请跟着我的音乐一起完整的做两分钟的美型棒，拜拜瘦，拜拜小运动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 Kimmy Bob 美型棒拜拜瘦永远拜拜小运动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做了非常有感觉的朋友，请在留言区留言，请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你们的体感，然后我们就会拍摄更多的美型棒小运动分享给大家。拜拜。
make up。